我车的被子都在后面放着。400多个那个婴儿去奶粉尿裤嘛，我自己也是两个娃的爸爸。说心里话，谁不怕？怕归怕，干归干。作为新上海人，要为上海人做点贡献。上海封城之后呢，快递就停摆了，我们就接力上，把药品呢从物流大仓和医院提出来，我们开着4家车把药品送到各个居民的手中。啊，经过5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全部买好了，这个阶段。啊，好的，妹妹，你跟妈妈两个人待在小区门口就可以了。今天是我们摆渡人车队的第10天，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将近50几单了。帮到别人就挺好，我觉得传播正能量呗。上海大家都知道是个很繁荣的一个城市，这几天开的路况很好开，但是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希望疫情赶紧过去，上海恢复正常的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上海。